家好，我们是拉姆与雷姆。雷姆雷姆，那群恶心又猥亵的人又走过来了呢。拉姆拉姆，我真的是要看不下去了。在我们吐出来之前，赶快交差了事吧。欢迎收看第69届电视金钟奖星光大道的我们的入围现场。今天入围的第一组入围者有，欢迎。第一组入围的是最佳食品主持人奖，就是钟祥一家人。钟祥食品，钟祥食品的闪抖跟损害以幸福的婚姻主持人，再再显示了幸福的婚姻是我们人生所必备的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谢谢钟祥一家人。接下来第二组主持人入围的有失足二人组，让我们欢迎立冬还有丰田。刚刚失去一个节目的丰田跟立冬，平常在节目当中以非常糟糕的热门技巧以及越来越不流利的日文著称，据说他们在失去了国光的节目之后，现在仍然苟延残喘，到底能不能够顺利敲金成功，让我们敬请期待。接下来是入围最炫斜杠主持人奖的王少伟。以隔壁老王这个频道获得大概只有200个人关注的这个新兴 YouTuber， 盈利目前只有6块美金，但人20块美金饮料的人已经请了2次的饮料了，让我们祝福他。记得非常清楚的主持人，我们祝福他订阅人数能够尽快突破5000人。欢迎隔壁老王，欢迎隔壁老王，谢谢谢谢，快走。接下来第三组入围最佳两性主持人奖的就是赵正平，赵哥，赵哥。重要的一部分，婚姻是人家的基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婚姻哪有办法制造健全的一个社会。祝福祝福赵哥可以找到人生的下一春吧。肉三姑大师，好久不见，乔哥，我也好久没有吃肉了，肚子有点饿哎，怎么办啊？这样子吧，我想一个妙计吧。妙计，我们很久没出来了，这一次出来呢，我们来找一个人来吃，如果找到以后呢，血给你喝，好，肉我吃，就是我决定了，这个又高又肥，怎么样啊？香香，你心里幸福，你先过去。就不一啦，不饿啦。哎，还没找完呢。还没找完。那手，那手很长。太老了，太老了，太老了，很长了。这个哈，老公老了，但是吃起来味道应该很满正。可以吃吃吃，应该可以来一手，来一手，来一手，来一手。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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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来吃，知道，知道。继续啊！那我来吸啦！好害怕，好害怕，不是，好害怕！我先吃啊，这个哦，吃起来才好吃啊！对不对？好，好，你吃，你吃，吃！你应该要，你要吃到一半的时候，我真的不要吃这个，干嘛？怎么吃啊？天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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